什么走火入魔？跑不动了，我堂堂天外天小松鼠，竟被一人一箭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。还好还好，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猕猴，走。叶定之，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怒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过来呀！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。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李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嗯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五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苏昌礼死了，你为什么活着？目标的实力和情报严重不符，又有剑心种的李肃王在旁。我判断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。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暂时停止。至于昌黎的死，与你无关。谢大家长。下去吧。大家长，那几个小辈。沐英和昌黎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，如今我们的布置也已经完成，几个小辈而已，影响不了什么。你刚才对沐英动了杀心，杀手任务失败，身死本是正常的。不过昌黎是不同，相比较杀手，他更像一个剑客，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可是身为苏昌黎的兄长，大家长方才却很平静，